四十二品因果录目录，第一品轩辕皇帝拜广成子八，第二品鸟巢禅师度白侍郎十六，第三品张高张举因果二十九，第四品寒山石德因果三十四，第五品悉达多太子由四城门三十八。第六品庄子神仙观善恶报应五十五，第七品如来说法度众五十八，第八品香女劝夫修行六十二，第九品孟姜女哭长城收丈夫骨骸六十六，第十品高差女下大海取父亲身尸七十。第十一品因歌念佛超生七十五，第十二品智积听法转世七十七，第十三品清风明月柴人能行八十二，第十四品阳府知州杨子能言八十四，第十五品旁居士叶文吕马筹牌前因八十八。第十六品公冶长日看宴宴问答五常九十三，第十七品原上不孝托付深山四虎九十九，第十八品孙荣无意逐地破窑自居一百零二，第十九品张磨磨刀毁物修行一百零六，第二十品周武放佛地狱受苦一百零九，第二十一品两舌所口徒弟道一不幸一百一十二，第二十二品珍珠度月守城市归客一百一十六，第二十三品梁武帝拜求至公师一百二十二，第二十四品阿育王参问贫福奴一百三十二，第二十五品苏东坡因果一百三十八，第二十六品张子房因果一百五十四，第二十七品密诸佛在下凡度徒子持斋一百六十一，第二十八品将妙真病中苦劝公婆丈夫一百六十九，第二十九品达摩度神光一百七十二，第三十品四祖度五祖一百八十，第三十一品黄氏女持金刚经一百八十八，第三十二品郭神亮持念华严经记一百九十一，第三十三品刘明科因果一百九十四，第三十四品邓云峰因果一百九十八，第三十五品金牛太子劝父王归一两百零二，第三十六品木莲尊者救母亲超生两百零八，第三十七品古灵度喜运两百一十一，第三十八品太乙度鹅湖两百一十六，第三十九品贫婆师但犯三生因果两百二十，第四十品穷子现破山坐千佛一两百二十四，第四十一品如来佛祖劝黄华两百二十七，第四十二品初祖度宗弘两百三十。https://www.books.com.tw/products/0010585994